这款正山小种红茶呢，采用铁罐包装，密封性强。我们一起打开来看一下，每一罐呢都配备有一个茶夹，而且我们可以看到里面分量十足，足足有250克，半斤装。这款正山小种的干茶呢，呈现条索状，乌褐油亮，带有明显的松烟香及焦糖香。冲泡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款正山小种的茶汤呈现琥珀色，通透亮丽。同时，这个茶汤呢还散发着明显的松烟香及焦糖香，同时还有淡淡的桂圆甜香。